从现在记住，人家不明讲就是尊重你。当一个主管明讲的时候，他就不把你当一回事，你就倒霉了。你看他错了，他会当面讲；你错了，他不会讲，他只是不说话而已。尊重你，因为你平常做的不错，稍微一点错我就骂你，不公平。他稍微错我会骂他，因为他平常就坏嘛。你呢？平常很好，就这一点，我就板脸，暗示你，你改过来就好了，我不会提的。我年轻的时候是会把学生赶出去的，你不好好听，你出去，不要扰乱别人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，他回来找我，穿西装打领带啊，就表示他已经出社会很久了嘛。进来恭恭敬敬说：“老师。”我说：“请坐。”